我们现在看创世纪三十六章，三十六章，很可能这个三十六章呢不要花很长的时间，可是还是就是一段了，就是把它做一个一段就好了。三十六章，创世纪有很多家谱，有一些人就是研究创世纪呢，Toledot 或者 Toldot，Toldot 现代西方的翻译呢，有的是。历史啊，有的是家谱啦，有不同的翻译。对，这个 Toldot， 他们发现在创世纪里面有几个 Toldot，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研究圣经。我没有什么大的兴趣，那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，对，不是很重要的。有一些心思呢，你就是你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抓着，你把它当做很重要的，不重要的就是不要把它当做不重要。我人也是这样，做事也是这样，就是我过日子也是这样，我学语言也是这样，我教语言也是这样，不要拼命的，不要拼命啊。比如说，今天我就是带哪一种的领导呢？我要不要拼命啊？我觉得我不要拼命的，对，对我来说不重要，很可能这些人很可能重要，可是我这个不重要啊，对，根本不重要。这个年纪52多岁的一个男生啊。头发不多嘛，这个重要不重要？我觉得不重要啊，我不想拼命的，知道吗？没有事嘛，对，没有事，对，就是不要拼命的，就是我不拼命，可是要拼命的事情也有啊，对，这个以扫这个人呢，他忽略了这个家庭的传统，家庭的传统是什么？你要娶，很简单，你要娶什么？我们亲戚就是哈兰那边的。女孩子了，不可能去这个地方的太太，她忽略了她父母的这样的训诲，那就是她去了两个太太，啊，她觉得如果去伊斯玛利的那个女孩子那边家庭的女儿，应该是可以满足她的父母，还不是，对，还不是，她这样挣扎太太。如果你对比创世纪和那个历代上，历代之上啊，她的妻子三个妻子那个名字啊，有一点有。问题了，对，这是经文鉴别些方面的问题。我已经给你们这个资料，对，有问题啊，这个很难处理，对，我这个我不提了，对。创世纪第10章到11章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已经谈了那个帝国？创办帝国的人是谁？宁禄，对，你记得吗？第十章，挪亚的三个孩子，第一个是谁？老大是谁啊？为什么没有说闪呢？亚佛啊，然而韩老三呢？闪，按照这个程序派那个家谱的嘛。那个我不记得，我忘了，感谢主，我可以忘啊。对，那个亚佛花多少钱来介绍他的后裔呢？确定吗？啊，那个韩呢？15钱。那个闪呢？确定吗？请问为什么你们记得我还不记得呢？我真的忘记了。对，你们的头脑应该是都不错的吧？对，这个是应该是 made in heaven， 是不是啊？神脑吧？对，不错不错。对，这个你刚才说15节来说明那个韩的后裔啊，其中多少节来形容或者那个描述这个一个人名奴？多少节？15节当中有多少节？5节还是多少？感谢主，你们的王子跟我差不多一样啊。对，那个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反正花了很长时间来就是介绍他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是了不起的一个人，过去很了不起的一个人，他就可以说那个一个帝国主义的创办人啊。你看，一个男一个女，就是夫妻生孩子。这个以扫呢生很多孩子的，12个种族，这里有小小范例的问题，不是一个那个族长，还是一个小小的家庭这样的 ，Elef 吧，希伯来，他范例的一点不对，对，很多圣经不对，那个没有什么大事，对，所以一对夫妻开始，很多人现在很多人在一起，这个一个社会，一个剧团或者一个社会啊，成为一个国家，就是很多人这么多人在一起，一定会他们在一起的话会。怎么说呢？产生吗？会产生一个力强，最高的地方，这个是力量的地方嘛，有力气的，对。有一些一定要就是站那个地方，就是
就是怎么说，利用这个力量嘛，对不对？确定有这样的人了，对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种的兴趣呢？应该有吧，对，你很想做什么图？对，就是有一些人是这样，那个林路是这样的人，伊斯玛利，对不起，以扫的后裔呢，他们这方面是好厉害，比以色列，就是以扫、雅各就是以色列的，他们是双胞胎，不要忘记好吗？虽然是双胞胎，就是同时在妈妈的怀中，可是一出来他们完全不一样。对，这个组织方面，这个 organization，这个组织方面，这个以扫的后裔呢非常厉害，他们马上快，是马上成为什么呢？一个 kingdom，一个王国，对，很快，对，很快，发展得非常快，对，不错，对。这个以扫的后裔呢已经成为一个国都。他的双胞胎弟弟这个雅各呢，就是一直没有做到一个国度，一个王国，对，好像看起来好可怜啊，对，可是我们就是怎样开始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一个家庭怎么开始呢？一个公司怎么开始呢？一个教会怎么开始？怎样开始呢？一个学校怎么开始？我觉得开始是很重要的，应该英文来他们说就是开始是一半吧，是不是啊？你开始好像做到一半一样的，对。我觉得是这样的了，开始非常重要。以扫的开始其实有很大的问题啊，对，他的开始其实很大的问题啊，对，这样开始不行啊，对，这样开始不行。这个雅各呢，开始的这不是我说开始一个家庭，这样的一个家庭，他开始的速度很慢啊，对，他就是很辛苦，花了7年，那就是14年来就是建立这个家庭，就是速度很慢。可是呢，他开始还是。就是尊重他父母的旨意，那就是这样接受。就是他不管其他的女孩子啊，就是到了他舅舅的家，而且那个舅舅不是这么好的，还是在那边决定去他的女儿当中，本来是一个，结果就是两个。开始非常重要，开始非常重要。这个以扫呢，这个人我相信，因为他既然知道他的爸爸祝福的内容，对他自己。对他的弟弟那个雅各祝福的内容，他知道嘛？对，所以他现在越来越那个孩子们也越来越多，而且财产越来越多，跟好像亚伯兰跟那个罗德一样，就你要继续住在雅各已经回来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继续住在那个迦南地呢，还是离开这个地方？他一定要做决定的了。还是其实雅各还没离开之前，他好像已经做决定的了。他知道他爸爸说的话，那个祝福的话，他还记得。对，他觉得呢，这个事情不是造他的自己的业，他也承认这个不是他自己的业，那也是神怎么做，就是神怎么决定这样成了。对，所以他已经好像还没那个雅各还没回来之前呢，他好像已经决定搬到另外的地方，这方面他不错。对，这个人其实那个心怀就是蛮宽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宽坏的，怎么说？对，对，这个人是蛮不错的了。对，他就是决定搬到另外地方，东南边。东南边已经有些人在那边住在那边，就是西尔人，霍利，希望是霍利，那个地方是西尔，那个住的人是霍利，中文怎么念忘了？霍利，霍利吗？对，霍利人，就是那个地方是西尔。就是东南边，进了那个地方不是很好住的了，过去可能好一点，我不知道。对，然后呢，你看有一些人很会合作的了，就是你要建立住着一个国家，也要办一个国家，就是多一点参与也不错的了，要跟他们一起一定要合作的嘛。这个西尔地方的这个赫利人啊，他们的种族不一样，他们不是以扫的后裔，可是他到了那个地方。本来就是西尔这个地方是赫利人住的嘛，跟他们合作一起办国家的了，这方面他是蛮成功的，对，他是影响力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袖，一个头，对，他这样一直下去，对。这里介绍很多名字，那个以扫的会有很多名字，其中我一定要说明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是什么呢？我们看36章12节，好吗？大概他的孙子第三代吧，亚玛利，听过没有这个名字啊？
当然亚玛利好就有几个人吧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名字呢，我们认为应该是在另外地方出现的。对，亚玛利，我在说他们的那个生孩子很多，就是很快速，就是增加了很多人，很多人口，人口增加很快的。出埃及记十七章，我们去看好吗？出埃及记十七章第八到十六节，我们不要念所有的，十七章第八节好吗？请。看以色列出埃及之后呢，第一次抵挡以色列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这个人。我们认为这个人就是以扫的后裔，以扫的后裔，以扫的后裔 有很多份的了，就是他们抵挡以色列。我们继续要起第九节，请。这一天的征战是蛮出名的，摩西这个定这个耶稣亚，耶稣亚是一个将军大将的人，摩西是抛山上上去，在山顶上就是祷告，那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。我们看十四节好吗？神特别对这个亚玛利就生气了，对，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地，第一次抵挡他们就是这个人啊，这些人，所以神生气了。神先不说永永远远要就是出灭毁灭，就是屠谋这个种族啊，对，就是这一天开始，神已经决定了，对，我们再看十六节好吗？不要挂在这样的地方好吗？对，完蛋了，神永永远远要为你做那个征战了，哎呀糟糕啊，对，好可怜啊，千万不要放挂在这样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呢到了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四节好吗？民数记二十四章二十节，这是谁说的？巴兰说的，一个外邦人先知说的。对，这个亚玛利就是好像是蛮不错的，他们是诸国之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很早期已经建立国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方面很快的，很厉害的，他们的这个 organization 这个能力啊非常强。对，他们能组织一个国家，办国家，这个不是很容易做的了，这些人是很容易做的。他们是什么？我们再念诸国什么之首，可是呢但他什么总比成人，这是巴兰的预言。然后呢我们看撒母耳上十五章好吗？撒母耳上十五章第一节开始到三十三节，不需要念所有的，第一节请。第二节，所以神借着撒母耳给这个扫罗王一件事情，他做的是什么呢？第三节，神对这个亚玛利族啊，对，很凶，对，很凶，要毁灭所有的，所有的。他说，不可什么联系他们，要杀男的、女的、孩子呢，还要杀，吃奶的要不要杀？牛要不要杀？哎呀，好可惜，牛肉好吃嘛。羊要不要杀？还要杀。还有什么呢？骆驼啊，还有什么驴，什么都要杀。这个希望你知道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黑人，黑人，
就是耶稣亚到耶利哥城的宣布说，耶利哥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黑人。黑人中文怎么翻译我忘了，对啊，当灭的，对，之物啊，对，黑人就是什么都要毁灭，对，这么可怜，就是亚摩利族呢，就是称为神的黑人，神的黑人，一定要灭他，毁灭他，神这么不喜欢他们呢、啊？扫罗要一定要听神的话，神这么决定，一定要毁灭他。扫罗没有这样做到，神非常生气了，对，结果呢，扫罗自己成为神的黑人，知道吗？在耶利哥城有一个人就是没有听从神的话，是谁啊？亚干。他碰到什么神说宣布那个黑人的那个东西，他自己成为什么？黑人，听懂吗？黑人就是这样的意思，神说这个黑人我一定要毁灭他，你一定要跟着神要毁灭他，好吗？不要碰他，你碰他你成为什么？黑人。对，不要忘记，就是有这样的事情，黑人神绝对不要碰的了，对，神不愿意我们碰他的，就一定要毁灭他。这就是什么主啊？亚玛利族，亚玛利人啊。亚玛利人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其实圣经除了这个出埃及记十七章开始提到这些以外，就是刚就是前面的没有提到了。我认为就是亚玛利族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人类呢，就是家庭开始的一个社会，然后一个国家，我们一定要接受神的主权，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对。耶和华是什么？你记得吗？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，记不记得？我们的耶和华是什么？你忘记了，没关系，你多打开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好吗？他是我们的审判者，司法委员长，还有什么？我们的王。就是总统或者行政院长，还有什么立法院长，什么都他是，他意味身上，所有的权柄都在他身上。对，我到了这个经文了，很想唱歌，行不行啊？阿多奈修特努，阿多奈美好克克努，阿多奈麦克努，乌尤西耶努，呼呼乌尤西耶努。我刚才唱的就是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。对，希伯来唱的好吗？耶和华要做王，他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。尼布甲尼撒王要学习的就是这件事情。这个世界地上有会很多国家，可是呢，终于神会建立自己的国，这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要建立他的国。你不要拦住神的国度好吗？对，神的国度是永永远远的，对，神一定会建立自己的国度。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什么呢？支持这个国，反对这个国。你要做反对这个国的人，还是支持这个国的人呢、啊？若你反对这个国，你的国会灭亡。罗马刚开始反对这个，对，终于罗马也灭亡了。你反对这个国会灭亡的，不要拦住他好吗？要支持他，对，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，对，永永远远的。我们稍微看带伤第一章好吗？对，这里提到那个以扫一样的带伤第一章四十三节开始，四十三节过了，四十三节，以色列人未曾什么，未有什么君王治理之先，在以东地作王的记载下面，你看他们很早期已经有王，这是撒母耳时代，到了撒母耳时代呀，以色列人就是看周围，对，他们都有王啊，不错嘛，对，军队常常有，随时可以打仗，不错，那他们就是很想有王。他们没有想到有王是很麻烦的事情啊！对，神愿你做我们的王，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我很喜欢称呼耶稣，耶稣是王。对，
我就是照你一句话，希望一句话，要不要啊？要。耶稣啊，耶稣啊是什么意思啊？耶稣，你们这么厉害，我没有教过你，为什么知道呢？然后呢，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还知道啊，这么厉害。然后 Melech， 跟我说 Melech 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个也知道啊，哎呀，好厉害。这样 Melech Israel 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厉害，哎呀，我不必找你们细胞王，我知道了。Melech Israel 是以色列的王。现在我就是这样一句子一个句子啊，你们听啊，然后翻译给我听好吗？耶稣啊 ，Melech Israel。不不，你们翻译给我听好吗？对，耶稣啊 ，Melech Israel。耶稣什么？耶稣的以色列的王这样说的吗？耶稣是以色列的王吗？耶稣王，耶稣王，你故意的吧？你知道？再来，耶稣啊 ，Melech Israel， 什么意思啊？耶稣是以色列的王。希伯来的名词的句子呢，不需要放动词，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王。我们一起来好吗？耶稣啊。Melech Israel， 你们希伯来这么好，我们有一天就是到以色列，我用希伯来来就是这样谢谢你们翻译好不好？啊，翻译给谁听呢？我忘记了。以色列会听中文吗？也许我讲中文，你们翻成希伯来好不好啊？Yeshua Melech Israel， Yeshua Melech Israel， 我很喜欢讲这一句话，真的。很多人需要知道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王，对，尤其犹太人需要知道，需要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以色列王，对。然后我到我自己了，对，我的王都到底是谁呢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不太喜欢 democracy， 我不太喜欢民主主义，我不喜欢共产主义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王国 kingdom。可是王谁要做王呢？什么人都不行，什么人都不行。我做王好不好啊？也不行，哎呀，你们看不起我啊？对，这个也不行，我知道，就是耶稣做王这才对了。对，耶稣做王没有事啊。对，最好就是耶稣做王，神建立这个王国国度，什么时候建立呢？什么时候建立啊？已经建立了还是还没啊？丹尼利书啊，这个很重要。丹尼是真的好棒。以赛是一个天才，丹尼这个人看到好多，对，人给他看的非常多。丹尼有的是看这些医生会生病的，知道吗？不要太喜欢看医生，你会生病的，几个礼拜你不能上班的，知道吗？丹尼这个人看医生很多，他知道神终于在地上，我说在地上要建立他自己的国，对，他看到这个，所以他这个年轻人，他经历自己的国灭亡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你还年轻的时候，可能还不到20岁的时候啊，你的国家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那你自己呢？被掳到很远的地方啊，有没有坐车去啊？坐货车去啊？没有啊，对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你所认识很多亲戚朋友死掉了，你看到那个圣殿被毁灭啊，你什么都看到了，这么年轻来了，永远很可能不可能忘记的事情啊。对，我知道犹太人那个 Holocaust， 那个经过那个德国那个纳粹啊，很多人精神出问题的。对，我有一次啊，我没有注意到，我知道这个问题，就是一个老姊妹，基督徒，信耶稣，犹太人，在旁边，我没有注意到他在，我跟一个外国人，一个欧洲来的一个牧师吧，跟他讲这个 Holocaust 那个德国人屠杀600万的事情啊，他听到我们脏话，他突然间大声说：“你不要讲那件事情。”过了已经好几十年，他还是不能忘记啊，他说不了啊，对，这影响太大，对。很多犹太人说，若神存在，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呢？对，他们一直问这个问题啊。对，丹尼尔还年轻的时候啊，他经历过这些事情啊，他难过不难过啊？他现在到了巴比伦，他就是开始上大学，不错，他是一个王子，你知道吗？他王宫，可能王宫外面里面那不重要，
可能是王的那个表弟啊什么的，他是一个王子啊，对，可能没有机会做王，没关系，他是一个王子当中一个。可是到了巴比伦，这个很大国啊，在那边就是他提供你读大学，他高兴吗？高兴吗？不是很高兴吧？对，他就是看过这个国家，而且他自己参与这个国家，他做一个很高的一个地位的一个人了、啊。可是，到底我的国在哪里呢？巴比伦是我的国，还是他到波斯国？你知道吗？所有的军人，很多军人很喜欢他，重用他。可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、啊？对，他不知道。可是神给他看是什么呢？神的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地上。对，神给他看这个国度啊。对，我今日我知道我是什么人。我很早已经提过，我知道我是神国的人了、啊。神国就是天国。对，神把自己的国度建立在这个地上。我又只有一位王，他是谁啊？耶稣，我一定要听他的话。对，罗马逼迫这个基督徒的原因是什么？罗马的皇帝好厉害的，你一定要拜他的。可是这些基督徒呢，说我们只有一位王，只有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王，我们不能拜其他的王。对，他们非常生气，知道吗？杀了很多基督徒。将来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对，我不知道。对，可是呢，我要确定一下，我的王只有耶稣，我没有耶稣以外没有我的王。对，我要侍奉他，他是王，我要听他话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国度，你不要说将来会建立，不是这样。神已经很早，耶稣钉在十字架那一天已经建立这个国度，直到永远了。对，我们是不是同一个国人呢、啊？你不要分我是中国人什么，这个不重要，好吧？不要太早，好吧？对，我们都是耶稣的国人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我们的王啊！对，感谢主啊！对，我有王，对，我有王，对，好，到我这里告一段落，好吗？对。